谢谢，不客气。 请问张主任在哪屋啊？哦，你往那边走。麻烦问一下，这个要去哪个科室看？哦，那边尽头。好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怎么这么不小心？姐姐没事了，姐姐就是不小心摔倒了，很快就好了。姐姐，你看，呀，真可爱呀！爸爸带布丁去遛了，下次我们一起和布丁玩，好不好？好啊。 你给他取名字叫布丁啊，真好听。妈妈以前不同意我养狗，但布丁可乖了，现在妈妈也喜欢他。妈妈呢是想要全心全意的照顾你，怕没有时间照顾小狗狗。不是的，我以前没生病的时候，妈妈也不同意我养狗。她说小狗只能活10多年，小狗死了会很难过，不如不养。我觉得妈妈说的不对。晨晨姐姐，我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。 什么呀？我听见我爸爸和随医生说话了，他们说我只能再活10年了。你不要乱说，一定是你听错了。我没听错，我活10年，爸爸妈妈也一样爱我，布丁活10年，我也一样爱他。为什么要管能活几年？我看节目里说，有的大树活了几百年，有的大树甚至活了1000年，真的那么久吗？ 有啊，确实有千年古树的。那树会不会觉得活到100岁的人也活得很短呢？嗯，会吧。程程，粥我已经热好了，待会儿你舒服了呢就吃一口。好。豆豆，我们要回去喝药了。哦。 改天呢，再找程程姐姐玩，啊。嗯，走了。再见。渐冻症是不可逆的，受损的肌肉和神经元只会越来越差，而且以现在的医疗手段，只能延缓，不能治愈。 那像是突然摔倒，算是病发吗？对，一开始会有肌肉乏力或者抽搐的症状。你怎么搞的？天女散花，岁岁平安，擦一下。 你在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保健仪。 干嘛用的？这个东西呢，有助于我们弹钢琴的人呢手指变得更灵活。徐多成，你小小年纪就开始交智商税？保安大哥，不信你们看。你刚刚那药是怎么回事？我这种养生少女，随身带着药瓶不是很正常吗？你是不是觉得什么都特别容易啊？ 对我来说，活着就已经够难了，你根本就不明白，错过了今天的演奏会，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一般来说，从病发到完全卧床，大概需要2到3年的时间，而且这个过程是逐渐的。你呢，要做好心理准备。还有一点，在生活当中一定得保护好它，要特别注意。 不能让他摔倒。展之琳，你早就知道许多成的病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自己女朋友，你自己不会问他吗？啊？他为什么会告诉我？那是因为他相信我，你懂吗？哥哥。 你们干嘛呢？聊天。
你干嘛呀，江南？上次是你先说的，这次轮到我先说。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知道你和兜兜的病是一样的，但是我很清楚自己的心意。程程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，这就够了。我相信我可以照顾好你的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，别再逃开了，好吗？我不想拖累你。你太傻了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多害怕吗？这些事情不应该你去承担，更不应该你去面对。所以你就自己一个人承担，生病了不告诉我，喜欢我也不承认，不敢面对了就逃避。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那你要我怎么办吗？我能怎么办呀？我每天看到你都很难受，可是你又不断的要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你让我怎么办？你让我怎么办？好了，别哭了，是我错了，是我太着急了，我不该怪你。成长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，未来我们一起来面对，好吗？那你答应了就不能反悔了。你是怎么找到山间别墅的？我不都把我们的定位解绑了吗？神人自有妙算，你还说呢？手机呢？赶紧给我重新绑定。好了。这还差不多。那你快说说呀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你不是给于可卿发照片了吗？嗯，我根据照片里的背景推测出，应该是展之林家的二楼卧室。之前是我跟他一起去买的壁纸。你跟展之林以前真好，我看得出来你们都很在意对方，就是因为太在意了，所以他才会那么狠。他特别在意他妈妈的死。他说：“你提前知道一些什么？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”“不是的，没有误会。他看到的太片面了，事情并不是他想的那样。”“展之令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总之啊，我和他之间的问题是解不开的。你现在最主要的事情，就是养好身体。”嗯，状态不错啊，有人照顾就是不一样啊。随生，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那个，我能出院了吗？你的检查报告我看过了，没什么大碍，今天就可以办理出院。但一定要记住，出去之后啊，不能再发生这种事情。行了，不耽误你俩了，记得按时来复查。谢谢随生，好好照顾他。嗯。那我先去办理出院手续，不然啊，于可卿知道了，就得跑过来杀了我。在你眼里，可卿就这么凶吗？你那个闺蜜啊，战斗力一流。